大家好，平时做饭呢就是在家里头，最多啊，像我的话最多就是在家门口做饭，就很想到户外，像这种就是搞一个野餐哦，这样子。刚好就是回家过年的几位朋友呢，他们都还在家里面，所以我们就约在一起聚一聚，来这里搞一个野外大餐。当然搞这种野餐最重要的就是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，因为我们是搞烧烤嘛，肯定是要找一个防火的地方。那我们就一起就找了一个水边，这是我们的阳洞滩哦，原来是一个景区，现在呢水也是有，只是说会比以前水会少一些。我身后就是叫阳洞滩，我们先到哦，我那几位朋友他们还没有到，因为我从我家里过来的话近些就十多分钟，他们从县城过来的话可能要接近40多分钟这样子，所以我们先把东西，我们带了一些东西嘛，先搬下去，就等他们过来了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位置，这个景色挺好的，因为原来就是一个景区。一个大石头，上面还会有流水下来。那这里聚满了水，这些地方好多水。你看，小太平，这是一个山，这是一座石头山，都还长了很多树，真的全是石头，它却长了很多树，从石头缝里面长出来的树。这里景色好，经常会有人过来这边搞烧烤或者是拍照。你看这一家人在这里拍照。我们选择了这个地方，这里两边都是水，可能这种小水潭里面有可能有鱼哦。有没有鱼呀？左右还有啊。哎，卖炭呐！哎，卖炭能捕捉到鱼类了。有鱼吗，小朋友？有没有鱼呀？有鱼吗？有石头啊，小汤圆可开心了，一个人在那里玩了很久。已经忘了，我屁股上我有五个。开烤了，开烤了。有跟着干胡歪，其实这把马能烤出来家呢。啊，马能烤都干净当当。平时干，我两家那个烤出来家。户外烧烤。哎，好久了，来哪位？能带路了。
哎，买了豆片。不要不要，就不要。给你来万的装。哈哈。又补了。老镜头嘞，这要靠那镜头，我一张多。看那皮肤。哈哈，单个一张多。滚的。咋讲了咋讲？我要靠家，我你们不破的。怎么讲？靠汉人，没经验哦。这个还很少。喂，等豆，豆了，快点拿，就那个也带了。